边又有在盖的。你说星巴克旁边啊？好像是这样，而且还有两栋。没有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它是什么造型？走走，绿灯了，绿灯了。他应该让我，他礼让行人，你礼让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哈、哦。对啊，我告你哦，开你车好。哎、欸，赶快啊！到了，我们到星巴克。那停车场蛮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还在试营运吗？没有，已经过了，下礼拜三啊。啊，是哦。礼拜三之前买一送一啊。所以过了吗？虽然很贵，但是里面蛮多人排队的。所以光是，对，还是有钱人很多咯。乡下难免啊。拿进去吧。嗯？哦，我们手超好，北港专属的星巴克。